我老长时间不玩吃鸡了，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是多少钱能整出来的。咱现在试一个648吧，好吧，先来一个648，试试水啊。咱看看这一下子能不能挑战。直接买掉一个648，7000点券。你们说7000，我能直接充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说7000，直接充。我们先点，哎，普通追加，天哪，保护追加，我丢！好，上星成功，再上，哎，又上了4星了，再上，失败。我去，一次153，4星是那种头盔背包，我丢！再上，上，5星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丢，一下就要440，天哪！我丢，一下就要440，太扯了吧！太假了，我感觉上当了，哎呦，我感觉上当了，这一下，哎，咱还有必要换啥呢？可以换衣服，我就是说这意思，咱就换个衣服算了，就是，我感觉有点好残忍啊，确实有点好残忍。要把黄金，对呀，这些 M 四肯定换，咱已经有车了，车换不换无所谓的。那个衣服吧，这次咱们是个啥？是个水，是个水，水，一个飞行服，咱们那啥。咱们把枪吧，还给我，先来一个枪再说吧。一个648换了个枪，这样子算的还是不是太亏啊？一个648换把枪，我感觉不是太亏。我知道应该怎么玩了，兄弟，我们就点普通追加，后面那个花钱追加开费，就点普通追加，先把它追到3星，3星之后再花钱。不上3星的咱不要，兄弟，咱不上3星咱不要，对吧，兄弟？不上3星咱不要，不上3星啊！直接3星，我丢，失败，直接三。3星的没有用，那个啥，是个火。这个枪可以升级，再升级要黄金 M 四，特别喜欢激光，不是很划算的。但是咱肯定得整一下，我得整一下，可能得让他上个4星，对吧？我们得让他上个4星。再来一个68，4星，哇丢，不是太划算，4星可以换背包，也可以换衣服，换个好衣服吧，153，我一下成功。一下成功，你可别失败啊，老屌，上个5星你可不能失败，不能失败，不能失败，来套衣服，玩个屁呀，兄弟们，太脏了吧！我感觉不怎么样，兄弟们，这次咱们都两个648进去，就剩2000，这次等于你看，兄弟，真的像你们说的，刚才咱们3000块钱出一个确实是划算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3000块钱，刚才咱们突然之间点到了这个6星，对吧？刚才其实咱们属于欧皇，根本就没有花到1000块钱就已经出6星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次呢，你看我结果我两个648进去了，他才换了多少？才干到5星。比刚才比差了1颗星，刚才确实是属于欧皇，但是后来追飞7星的时候给追亏了。哎呀，换套衣服吧，放浪了，太忙了，这老板，知道？藏起来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我说对了吧？应该是我分析的道理吧？上来2颗星，再来一个，老板，知道？再来，又是2颗星，再来一个，又失败，又是2颗星，2颗星。我就直接普通追加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接6块钱给他追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我今天就挑战6块钱追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啊！我掉上来3颗星，天哪，老屌，刚才吓我一跳，老屌，上来3颗星怎么给废了呢？给我真是醉了，我没有看清，老屌，哪有上来暴击3下的？你真恶心呐！我掉2下，再来1下，失败，再来2下，讨厌。3星怎么听你说？3星听你说，
有没有说一下子爆成八星的星？是不是？有没有说这点一下直接变成七星的星？有那种情况吗，兄弟们？点一下直接七颗星，应该有吧？不过我感觉几率太小了，我感觉基本上是不可能。对，应该基本上不太可能。没有是吧？哦，没有直接变成七颗星的。那别人收到六块钱，直接整出来马上你们那是咋弄的？哦，哎呀，又是三颗星！天哪，我又给点过去了，我真是醉了，兄弟！我刚才又是三颗星，啊，三个了。真脏，哈哈，没了。想让他连四百都换个啥？换半个，我真是醉了。不好看，我感觉我们身上这个衣服，我感觉，我感觉我们身上的衣服不好看，说实话，不好看。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我感觉不好看，我感觉。好看吗？这衣服花了多少钱？今天晚上花了4000块钱，整了个车，整了个衣服。